喵喵喵，怪兽，我是女生。这些在90年代红极一时的歌曲，将平民天后 Yuki 徐怀钰推上专辑百万销售、人气王的宝座，也成为许多小朋友心目中的动感偶像。而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， Yuki 宣布正式复出，重新出发。就是又重新回到自己最熟悉的。对，而且我觉得你现在的状态真的很好哎，然后就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听你唱歌感觉。跟着大家一起长大。徐怀钰复出后的首场演唱会，特意选择和公益团体合作，对他来说意义重大。因为早年拍摄一场骑单车的戏，不慎摔出车外，导致右手完全不能动。经诊疗后才发现伤到脊椎，到现在还必须定期接受复健。Yuki， 喵喵喵的音乐一下，徐怀钰忍不住寄养，和脊椎损伤者一起唱唱跳跳。虽然那时是个青春活泼的小女生，如今倒也是37岁的熟女，但依旧宝刀未老，实力不减当年。那时候是19岁唱的嘛，现在这个年纪已经超过有十几年了，所以快20，所以会比较不一样。但唱起来的话，还会，因为舞蹈也不一样，所以其实唱起来我觉得连编曲都不一样，感觉的话还蛮新鲜的。对，Yes Revolution中心特别报道。